没吃过潮湿辣卤的人不配说自己能吃辣。潮汕女人不服说 Hello， 接我们挑战潮湿辣卤。我还准备了一个草莓蛋糕，我怕辣，这个看着就很辣。先来一口面啊，瞬间上头，够味。我为什么一直不敢拍跑潮湿辣卤？因为我们公司有个小伙伴吃潮湿胃疼到进医院了。就是要宠你们。我还准备了一杯牛奶，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挑战吃完。管号长，目前还能接受这个辣度。哦，来个弹性蛋，够灌，这肯定很细致。汤汁，哇，草莓牛奶真解辣。该不会是全网最后一个吃潮湿辣卤的人吧？哇，辣的我全身都出汗了。每家潮湿的辣度都是不一样的。
辣的我嘴巴都是麻的，感觉我嘴巴都辣肿了。咸甜永动 GYYDS。我觉得我又可以了，潮汕女人不服说，边吃一边低脂，我现在嘴巴已经没有知觉了，我这也算挑战成功吧，9.9分成功。那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！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